今天陪小孙医生去看车，看完车后，小孙医生说要走一走。看看他那小车是不是很可爱的吗？还行吧，我不太得意那小玩意儿。什么还行吧，明显很可爱呀。你们女孩是不是都喜欢那种就是特别小，然后特别萌的东西啊？有的什么东西吧。但是我觉得真男人就得开大马力手动后驱车，是不？你不会，我给你当司机呗，行吗？那等姐赚钱了，送你的。完事儿你坐副驾驶，香车美女。那我人生赢家了。哎，孙医生，你有备胎吗？没有啊，没买车哪来备胎啊？不是，我说的是那个备胎，就是。我又没有驾照，没有车，没有备胎。真没有啊？那你拿手机发个咱俩朋友圈呗？不行。不是，咋还不行啊？反正就不行。哎呀，有人不诚实啊，小骗子，撒谎。我都发完了，你自己看。真发了啊？你自己看呢。哦，有一个小狗，你怎么骂人呢？